老婆要出门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。来了来了。购物喽，耶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拿手推车。奶奶要出门了，好，等一下。你当你在户外教学哦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看完肚子好饿哦。哦，你怎么在偷吃泡面？妈咪，你新买的衣服好漂亮哦！你看，很有设计吧？哦，你又买衣服，我要跟爸爸讲。哦，不要这样嘛，来，东西给你，不要讲哦。爸爸，妈妈又乱买衣服了。妈咪，这是我新设计的饼干衣服。有可乐果，还有洋芋片。饿的时候呢，可以拿下来，打开。喂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什么时候去高雄找你啊？妈妈，好好笑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再联络哦，好吧。爸比，我肚子好饿、我想要吃卡拉鸡腿堡、薯条、鸡块，还有喝可乐，再来一份意大利面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订阅蕾蕾 TV 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